想必阿彪的事情，你们都听说了。他是被车厘子杀了，是被凯撒的手下杀了。凯撒不光杀了阿彪，还有老爷子、老二，这一个个的名字都被凯撒给抹去了。我们当初认为， 8年前，凯撒集团已经覆灭了，可他又出现了，而且凶手就是当年杀害老爷子的车厘子和干天雷。这都杀到家门口来了，再不还手，我们对得起老爷子吗？不只是对不起他们，更是对不起我们谭家的祖宗。伯伯，你发个话，这口气我憋在心里十几年了。 东子，你俩怎么样？同志，这边一切正常，盯紧了啊。知道。光头强。 什么情况？黄五，听到指挥的啊。黄五，哪里没动？尚，你跟上去，别暴露。收到。东子原地待命，密切关注周围的情况。收到，同志。尚这边有什么情况，马上报告啊。 光头强，我找你好几个月了，你知道吧？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。上次你让我收拾你老婆那个小情人，黄五，听到指挥的啊。黄五，他现在在医院呢，你知道吧？你答应师生之后给我的10万块钱呢？你辛苦了，兄弟，有话好说，你这你想赖账是不是？不敢，给我钱，有话好说，给我钱。哎，我黄五听到。 真不是我害的！别动！别动！兄弟，后手上，方位，北广场24通道来了，来了。 让一下！没有杀人！不好，看着了，守住，发现目标，目标乞丐装扮，身穿黑色上衣，往南广场方向炮兵。收到，东子，去西广场南口堵他，快！
不要在西门地出口！警察，别动！谁开枪的？ 东子，调监控。是。上二，通知市局，周边撤侠。是。 司徒，这怎么搞的？伤得厉害吗？让我看看来。啊，别动我！我没事。司令，他不是吃就是睡。跟他说，让他这两天老实点。我已经暴露了，警察肯定会严查。这个点已经不安全了，让他准备一下。哎，过两天换个地方。先把伤口处理一下，把衣服脱了。 前面就是那个汽修厂，你把里面的情况详细的跟我说一遍。我一共去接过三次货，第一次里面是五个人，第二次跟第三次里面都是四个人，他们都是同一伙人，我也没看到他们有枪，都是一些砍刀啊、木棍啊。你确定？不确定。里面的情况基本清楚了，四五个人，据说没有枪就逃困。 你尽快赶到，我先进去。你等我一下。小队，小队，里边情况基本弄清楚了，据说只有四五个人，没有枪，只有刀跟棍。嗯，我跟熊志呢也汇报过了。这样，咱们先突进去，见机行事。我跟司机讲过了。 把人引出来，咱们尽量不要开枪，速度要快。好，大家小心，慢慢开进去。 大哥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哎呀，别提了，路上警察查车。我这不是怕暴露了吗？货呢？货在那边。害怕是吧？来来来来来来，真废！大哥，真不是我怂啊，这次查的是真严了。哎，大哥，我今天回来的时候，我听到后面咔嚓一声，你来看看呗。咔嚓一声。
什么看法？就是后面砰的一声，我觉得可能是油箱的卡口掉了，你得看一眼。这个吗？交给你们，赶紧收拾东西，警察来了。快点，小四呢？老乡，报告老乡，警察来了，快走，快走走。情况有变，里面歹徒有武器，人数不详，速来增援。老舅，你手怎么出血了？你就受伤了。先走。你们俩还愣着干什么？快走啊！不是，快走，快滚，快走！你看着我，看着我，小心！不管，不管！什么情况？熊志，小姨受伤了。什么？朝他追进去了。什么位置？里面。是，东子，外面报过去。是，你在这里留守，把烈跟过来。注意安全。
我是禁毒支队熊国良，有两名疑犯从沙坪区往西5公里的一个修理厂驾车往东北方向逃窜了。现在确认这两名疑犯身上持有枪支，非常的危险，请你们马上设下拦截。请上次那个宠物医院给这个号码打电话。老邱，我爸是不是死了？小四，你一定要活下去。我当时为什么没有提醒他穿防弹背心？听说，我给你找大夫。听我，我打过。人呢？在里头。快！他呢？
上哪儿了？说话上哪儿了？后背，翻过来。别费劲，我已经不行了。吓死了！但是你的弟弟，你知道吧？知道，上次就知道。老舅，他是谁啊？他就是你爹一直念叨的，你的亲大哥。他是我大哥。吓死了。老舅，不好行了，你爹死了，以后就只有这个大哥了。没有，老舅，我们俩都救你，我给你救活，你救给我老舅，你快救我老舅！你继续说。你可以恨你爹，但是你不能恨小四。大哥什么都不知道，你虽然改了吴家的姓，可你别忘了，你流的可就是谭家的血呀。谭家走的是一条不归路，我在这条路上已经走到尽头了。答应你，老舅，老舅，也求你啊，听大哥的话，我答应你，老舅。手机给我奶奶打电话。我说我给我奶奶打电话。怎么，打个电话人家能起死回生啊？我不管你跟谭家有什么过节，我也不管你认不认我老舅，甚至我都不管你认不认谭老三当你的爹，但我认。所以谭家人死了，谭家必须知道，必须报仇。就算有一天你死了，我也一样替你报仇。你把电话给我，我给我奶奶打电话。你别拦我！免提，别当鼻子上脸啊！你能给奶奶打电话，奶奶太高兴了。你们在赣都怎么样啊？过得好吗？啊？老三跟了我老舅，都被警察给干死了。就害我三哥那个。那
你呢？你在哪儿啊？你安全吗？奶奶派人去接你好不好？不管怎么说，你先回到家里来，咱们再说好吗？我挂了。奶奶，我安全。我先挂了。四儿，四儿。看看吧，作为家属，你有知情权。帅，爸知道你有本事，甘渡那块儿是你打下来的，不过那个地方水太深了，如果这次你想硬查，你可千万不要生怼啊。你要是早料了，他今天不会死。喂，下来。老熊，小姨怎么样了？没了。哦。具体什么时间？昨天凌晨3点多4点吧。下通知了吗？是。老谭当场被击毙，陈思东中枪和弹药丝跑了，现在还在场。你那什么情况？我们马上到尔城了。嗯。那小姨的后事办了吗？她没遭什么罪吧？没有。后事还等家属的意见吧。好，我可能回不去，替我把心意带到。知道，你自己注意安全吧。先挂了。生死无常，尤其是干我们这行的。也对，正常。说不定哪天我就跟他见面。呸呸呸呸，可别胡说八道啊。呸呸呸。同志们，这封信是徐小姨同志的父母转交给我的。他入警队之后第一次执行任务，就有人受伤，而且差点死了。小姨回到家之后大哭了一场，自己写了这封信，让我们在这个时候念给大家。我亲爱的朋友、亲人、爱人们，如果念到这封信，那么意味着我可能已经牺牲了。这真是一件遗憾的事。这意味着我可能再也吃不到酸辣粉、红油抄手和各种好吃的了。作为一名普通的小警员，我没有什么伟大的抱负，能平平安安度过一生，给我爸妈养老，就是我最大的愿望。可世事难料，事与愿违，事事都在发生。希望大家不要为我哭泣，哭一哭，差不多就行了。哭多了会脑袋疼，
看你们哭，我也会因为不小心死掉而感到难过。我哭多了也会脑袋疼。我活着的时候，跟你们在一起，我很快乐。不知死的时候会不会很壮烈。这一生做人很开心。假如我牺牲了，希望下辈子还能和你们一起玩，还想做爸爸妈妈的女儿，还想当一名普普通通的人民警察，跟着雄之抓犯人。最后，致那些爱我的，还有我爱的亲朋好友。你们独自走在黑漆漆的路上，特别害怕，那就想一想曲小姨。曲小姨，永远和你们在一起。想打人是吧？我陪你。经过一次次失败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来告诉你为什么，因为我们面对的都是亡命之徒。那些毒贩非常清楚，一旦被我们抓住之后会是什么样的后果。事发前，他们会千方百计把自己伪装成普通人，扔到人群中，让你看不出来。事发的时候，他们身边的每一个群众都可以成为他们的人肉盾牌。你作为一个人民警察，你能眼睁睁地看着你曾经宣誓要保护的人民群众倒在血泊之中吗？可是有家人小姨，为什么是他？如果不能够，如果我能乖一点，他就不会死。起来，
没有如果，曲小英已经走了。知道我为什么把你调到禁毒支队来吗？当初在国瑞商场门口，你凭借着敏锐的嗅觉打开了车门，我一眼就看中了你。后来我调查过你，在你当巡警的职业生涯当中，最高一年曾经查获了215辆套牌假牌车辆。我把你调到这儿来，就是需要你的这双鹰眼能够在人群之中发现毒贩的蛛丝马迹，扒掉他们伪装的外衣，让他们暴露在阳光之下。可是你现在呢？你现在已经让泪水蒙住了你的双眼，让他们失去了光芒。你回去吧，回你的巡警队，就算我看错你了。曲小姨看错你了。夜里天冷，别着凉了。那枚扳指真的是凯撒的吗？扳指？哦。假的，10块钱3个，路边摊买的。看来时间真的会改变一个人。你变了，嘴里一句实话都没有。这就叫假作真时真亦假，真作假时假亦真呐。或许变的不是我呢，会不会是你？我啊，我一点都没变。可是毕竟当年喜欢小马哥的那个阿雷已经不在了，甚至连假装都不需要了。不过这样也好，咱们可以打开天窗说亮话，没必要被兄弟感情绑架。这样呢，你轻松，我轻松，他们也轻松。他们是谁？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他们是谁？不会是说我们吧？暴露了。喂，头，我们这边有重要的情况。哎呀，我现在是迫不及待的希望看到这个院子焕然一新的样子。你那百十号人来不了了吧？该来的时候自然会来的。再说，既然开门迎客，总得把房子装修好吧。看来你对凯撒集团的感情真的很深。你说对了一半儿。